这边一直风一条很大，你看，哇，大家好，这边的话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，是我春节后，出来旅行的第一站，昨天的话我就是。上高速从那个贵州那边上高速的话，直接就来到这边广西了。去县城里面转一下，这边你看一座桥非常的大，丰益桥好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丰益桥。哇，这个丰益桥真的是大。这个桥都是木的，你看，木做的呢。据说这个桥的话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丰益桥，侗族丰益桥的。老铁，来呀！这边一颗龙兽这么大呢，一般有龙兽的地方呢，一般有古龙兽的地方的话，都有寺庙，真的是一个寺庙，你看。看一下是什么庙，圣庙。二圣庙，二圣宫。哇，这么大，这边，这边也是一棵古龙树，很大，你看一下，很漂亮。广西这边的就是水呀、水非常的独特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这棵树的话变成树神了，什么龙树，不知什么意思，是一千年，哇，这棵龙树真的上千年的呢，非常的古老的，它两棵啊，这边一棵那边一棵，它中间一个寺庙，非常奇特这个地方。这街道上没什么人，不知道是一直以来就很冷清啊，还是因为喊着过春节的原因啊，是吧？春节假期都已经过掉了嘛。这条街的房子呢，都是很老的。
这是我春节后的第一站。那个人衣服脏兮兮的，他穿的衣服还是领证。是吧，应该是穷人嘛。那上面不知道走什么的，你看，走米粉的，桂林这边米粉很出名嘛。哇，那山顶上还有一个那个侗族的那种木楼啊，等下上去看一下，古楼啊。哇，这上在山顶上来搞了个亭子那么长的，你看。佛寺理发店，六块。我可能那个长新冠还没有完全恢复嘛，所以说爬这个楼梯，你看爬了一半的话，感觉都气叉叉的很累。长新冠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啊，是吧？咳嗽一直在持续中。理发六块，茶油刮痧30块，没人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来的早了的原因。还是因为现在春节期间就是没人啊，田地不耕，物一称，人不读书，物一生啊。到那个山顶上看一下，这个亭子的话，下雨的时候就很不错，是吧？下雨的时候上上下下不会被雨淋。这房子干什么的？荒废的。哇，这底下有鸡叫，你看这鸡鸣楼里面用了鸡。哇，这房子准备上去看那个侗族的古楼，然后发现了这边一大栋的房子，你看一下，大门紧锁啊，你看，应该是，荒废在这边的嘛，你看都是大门紧锁，大锁紧锁，然后那边的话就是一个那个侗族的古楼，啊，上去看一下。都是大手紧手啊，你看，都是大手紧手，然后上面是一个鼓楼，
古罗景色不错啊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？现在也是快11点了嘛，10点多钟。哦，原来这边是个景区啊。哇、哦，空空荡荡，出口。售票处，验票入口，前面是一个博物馆，洞听三江啊，可能里面有表演的，但现在就肯定没有嘛，是空的嘛。大门紧锁，应该停止表演了。洞电宫，这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啊，很漂亮的，是吧？它这两边的店面都是空的，你看一下，都是空店面。哦，这边有那个。项目洞天宫文化景区，原来是个文化景区。啊，门票本地人10块，外地人30块。那没开放啊，没人验票，应该可以免费进去，进去看一下。30块门票在里面参观，哇，稻草。少数民族的特色嘛，是吧？我就觉得这个侗族的这个塔很漂亮。三江洞天宫文化旅游景区道头塔，是很漂亮嘛，这个塔嘛。这个侗族的塔的话，这个的话肯定是现代建筑嘛，是吧？不是古代留下来的，我在别的地方有看过侗族的那种鼓楼啊，古代的鼓楼，那古代的鼓楼非常的漂亮。没有游客，一个游客都没看到呢。有一个搞卫生的除草的在那边，哇，这鼓很大。这边看上去这个是不是很壮观？哎，可惜就没有游客，是吧？一个游客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参观。也是人造景点嘛，是吧？这景区里面的这个店面的话都是空的，大手紧锁，那下面写着东化，哎，
一些侗族的画画，但是没搞起来嘛，是空店面。这店面都是大师精神，还有侗绣，就是刺绣啊。少数民族的话都很会搞这些刺绣啊、画画呀、啊、什么之类的，民族特色嘛。这边把了一些少数民族的东西，都是农具，是吧？这个的话拿来装水稻的。一些老的话是，这个是风车，草鞋。你看一下这个的话，就是草鞋。我很小的时候的话，就是我那个小村庄里面的话，都还有人穿草鞋。现在的话就没有人穿。这个草鞋，你看，就是用那个稻草来编织的这个鞋子，是吧？但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地方的话，还是有人编织，是吧？主要是拿来，现在的编织都是拿来烧给死人的，没人穿这些鞋子。你看这个也是草鞋，张米的，这个就是犁田的，这犁田的都烂掉了，底下还有个那个，那个刀片、板锹，这个犁田的它还有刀片，但是这种犁田呢也不是最老的，因为它用的是铁的刀片。以前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那边犁田的还有木的，它不是铁的。这个的话是，织布的，是那个绳子啊缠在上面的。风车，把了这些东西的话，大部分都还农村还在用嘛。这风车的话，这农村还是在用的。这个犁田的犁耙，在农村也是还是在用的。太凄凉了，就我一个人，这么大的景区，你看看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面逛来逛去。这里一棵枫树很大，枫树西府啊，这枫树多少年？200年的。然后那边一个功德箱，西府，然后就是投一些钱进去，是吧？西院嘛。但是景区里面搞这些西府的，我是不大相信的。这目的还是为了赚钱嘛，是？景区里面的是这样子的，哪有什么灵的呢？是？有那些千年寺庙才是很灵的。老人桥底理发的，下去看一下。哇，这边的房子这么烂。10块，打麻将打牌。这个原来是个理发店，优惠老人和打工者、退休老人理发店。写的不对。树棍，本地镶上棺材。也是理发铺。
块钱的饭，桥底棺材店，找对象。哇，这房子呢？木房子呢？底下有两个老百姓在那边种菜呢。木房子是有人住的。这边种菜晒衣服，没想到在那个县城的背后这么多木房子，你看一下，这房子很老，你看一下，那边也是还没有开发掉的，这边都是有人做的。你看一下疫情过后，这些没怪掉的老人又在广场上聚在一起打牌了呢，大部分都不戴口罩了。很多，这些在疫情之间都是停过去了的嘛，是啊，没怪掉的。这一大栋的房子你看装修好了的，但好像是荒废的，这边一只狗了，这个哇还种了菜，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拿来做大酒店的，看这个外观。居然这里种了菜，你看一下。还有人在这边涂鸦，那几个是什么？是大拇指啊？是不是这样的大拇指？还是苹果啊？大手紧手里面，大手紧手的，空的。现在的房子的话，很多空的。